哇哦，这是非常精彩的舞蹈。2000多年前，那一天耶稣为我们降生了，那一天牧羊人传报大好的信息，但是33年后，耶稣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死了，他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一天，天地震动。接下来，请欣赏由表清茶教会带来的《震动天地》。一滴一滴震动。